Sandy 吴珊如29日举行完她的浪漫婚礼，正式成为新手人妻。虽然忙了一整天，但她隔天仍早起更新动态，写下自己成为王太太的首日感想。30日一早，她转发了简曼书的两则现实动态，只见对方写下用自己的神圣信仰许诺终身，爱是永不止息，并夸赞喜饼组合非常澎湃。Sandy 就说：“我看到她的时候，居然想哭。”当天简曼书以媲美典礼穿着的黄色礼服现身，不止大。大秀美背锁骨，微微展露性感，她更特地戴上求婚钻戒，超隆重装扮，让 Sandy 直呼真的太喜欢这个女子了。连续嫁女儿的宪哥则是凌晨在 IG 舍不得的 po 出和 Sandy 的合照，写下心肝宝贝，爸爸祝福你哦，后面还加上两个爱心，完全是最爱女儿的爸爸。而 Sandy 也透露，在婚宴结束后就要和老公立刻前往美国见公婆，你们的新婚生活一定要是最甜蜜的哦。